Hello， 各位点朋友，大家晚安。接着民国113年7月8日星期一晚上，那桌面上有很多芒果哦。那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桌面上有哪些芒果哦。这一颗呢，我个人还没吃过，相当大颗。大家对这个芒果的名称可能比较陌生，它叫做万里香芒果，它也是有特殊香味的一种芒果哦。万里香芒果。相对于这一颗黑香芒果哦，它们都是有龙眼味的芒果哦。那这一颗呢还没熟，这颗就先放着。那今晚上也要吃这几款。那第二颗呢，什么芒果我不知道，吉利分泌。这一颗就是我们洛梨专区里面那个单独的一颗，它有一个特别，管定要一点一点啊呢，很像苹果。我怀疑是玉纹呢，我怀疑玉纹、有点像，可是它这颗没有催熟啦，所以。放了让它自己后手，所以前面这边有烂掉了，所以等一下削的时候加心肝吃亏，加来对的试试看，它是没有经过催熟，它自然后手的。那这一颗是，朝阳医师那边的金刀芒果，那这一颗是那个四季蜜芒果，哦，啊、那这一颗是小艾文艾文芒果。那接下来这边呢，哦，就不今天晚上就不开那么多了、哦。这一颗是金黄芒果，是我们盆子的金黄芒果，相当大颗，哦，相当大颗。那这个也是艾文芒果啊，这把是赶快艾文，只是它没有晒到阳光，哦，没有晒到阳光。那这个是黑香，那这一颗是下雪，好、哦，那这一颗也是四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吃这二四五这五颗，我们来开果看看，因为有些里面哦，这三颗我还没吃过，这颗不知道是不是玉纹呢、啊，不知道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先开了，先开万里香试试看。夹就摘了，夹就摘了，看上面到底是什么芒果啊？万里香我还没吃过了，很期待吃看看呢。之前有一颗、有一颗掉在地上，但是那一颗是还没有办法后熟，那个后来夹软要青，的确是有那个特殊的香气啊、哦，有那个龙眼特殊香气，跟那个黑香有雷同，我那拢十十滴。很多汤的、欸、好另外、OK、啊，有点贵色了，很多汤卖这皮衫多好呢，你把它切一周一周啦，切一周放在我放在这啦，放在这给它切，好好好，来小朋友来试看，放在这不行，来给它切，给它切、欸、试看看。好，我先吃这个看看。哇，很大个，很大哎，不过这有点好像有点过熟了，来吃看看。我咧切哦，都汤面。哦，味道很香啊。嗯，汤啊有感觉哦。还没吃过，吃看看。特别有一个红莲姜味啊，是红奶味。就好食诶、嗯，真正就好食。就好食诶，而且唔免后熟啦。唔免催熟啊，就免后熟。哎、欸，唔免催熟。它会在树上自己熟。你都唔免催，这都无催的。照样来讲啊，你只要放两，像安尼，有点黄黄的。嗯、哦，那一颗也是，像安尼。嘿、欸，我今日去办呢。今仔日办呢，像安尼的落来，所以，嘿，啊，这皮衫较无遐水。啊，足大粒袂了。你无看较乌香无？无一粒啦，真正较乌香无同啊，三八冬啦，三四八冬。啊，伊这种茎较粗。伊这嘛是，粒较大粒。纤维嘛是有纤维感啊。嗯。啊，伊接近果皮的地方。我讲，哎、啊，这种有龙眼味道，伊这种果吼，嗯，较在啊，较无像这种的吼，这种乌香的果吼，软烧烧啊，细啊，鞋啊，安尼软软软，安尼软软软，哎，这种的果吼，吼、哦，那是足养惊，啊，长安尼好咯，好咯，长啊，伊这个长无长，过熟了，嘿啊，伊较先啊果冻状的吃，然后头前较甜的时阵，小可带有一点酸味。啊！但是贵个内底就是迄种万里香，就是有迄种香味。嗯，伊即种个香，新香之气啊。嗯，真正精油。袂歹食，袂歹食。嗯，种类太多了。即粒我陪我来下，即粒。嗯，遐下回哦。嘿啊。好来。我下啦，你种，你种多，你来下。好来，下回来。这叫做金刀啦，啊！但金刀我爱查你嘛。这应该是怀特，怀特啦，怀特，金蕉山啦，怀特就是金蕉山的。啊，这把是慢落来，你看啊个甜的慢落来，啊无经过催熟的，啊所以
其实这种我看应该是还是爱个客，因为这看起来伊无啥物黄哦，但是这客看起来那像咧食菜迄种，就是比较脆啊，果肉比较脆，那就跟四季蜜芒果很像。啊，这我无伊的迄种味道的那个印象。脑中没有这个 data。啊，我去查怀特吧，就是那时阵叫。你看它的那个果肉颜色比较偏白，可能是。较白色。哦，啊，咱水果吼，恁水果你有感觉讲，色水吼，看了啦较红，会感觉哪像？啊，甜啊。嗯，较有种口味。爱是种，唔知啥物味，唔知。你面顶下倒落，才袂肥啊。伊个肉吼，拢较牛奶色啦，你看。哎呀。这肉牛奶色个，你看。你有食啊？啊，但是这黄个哦。你有吃？你吃过啊？我无吃啦，无吃。我试看卖来。你吃？我超好奇伊的气味是啥物味？很甜嘞。很甜哦，哎呦！甜的哦，来吃看卖。甜甜嘞，啊，口感较脆，不会甜啦，啊，比较脆，比较硬啦，比较扎实，很像四季蜜芒果那种扎实。甜的，会甜哦。但是伊甜食起来哪像，我都笨咯，食咯，我用啊，哪像了，食啊足饱咯，啊我嘛，嘛无酸味啊是甜的，啊但是是迄种无纤维感迄种，迄边啊是咯。啊够酸啊味，芒果青，嘿，那芒果青那种甜，哎嘛不是，不会形容，拢无酸味啊甜的啊，甜啊，加甜安尼尔，很像，无酸啊味哦。有啊，有酸味啊，不过接近果皮的地方比较脆，啊，袂像安尼，那一种酸啊，那糊糊的，无感觉酸啊的感觉，无用哦，糊糊的啦，完全无酸味的，甜着酸，还不错、啊，好像在吃那个蜜饯，我食一斤嘛，制作薄。是这么薄，好，好，没错，小朋友，好，吃吃啊，吃吃，我们要看第三种啊，来，很特殊的感觉，快点啊，那个吃一吃，阿妈要削第三种，啊，这。这个蛋的吼，为只切过，因为头前只拢歹起，为只切过，因为放伤熟啊。好，来，啊你不爱吃，你家己不爱吃。我用暗敢食水果食。下摆为只切来一边歹哦，一边歹了啦。袂啦。你哎，我手伫只，唔好搞去。哎，为只切过嘿，遐歹去啊。要放伤济工。放伤济工呀。看果肉的颜色什么？伊就是唯一的一粒啦。啊，很大颗，啊，果肉，无脆过啦，啊，果肉颜色没有很黄，今年芋纹哦，真好吃，很好吃，没有过熟，所以芋纹甲甜凤加一个时间，爱较早就爱用起来，来，恁去食，我试看麦，看起来应该是酸，无外酸。看起来应该是，看起来籽还没熟的。我今天若无歹吃吼，啊，无甲熟的感觉呢。你看来籽啊，你看这。嘿，籽，你看迄籽用。五千多的，嗯。没迄籽，迄种，无迄个果核那种感觉，敢那籽还阁幼幼，还阁嫩嫩的。啊，不过无慢哦，底层看无慢。我今日阁想。第二哦，你倒啊先。母阿公伊个馆长有一个迄个，袂酸，袂酸哦。会甜哦。啊，这什么？甜微甜。这不知啥物种。我讲，甲今年又无同啊。无同啊。食起来无同啊。啊，恁个什么种？恁家唔知？唔知。遐水果吼，安尼发，人一直发，一直发，发啦。精锐愈来愈侪，精锐才侪，捌袂了。捌袂了。捌袂了，真正。好，
我食来食去，较食了。来啦，这啦，这做菜啊，这做菜。啊，这一个另外一种。这啊，这四季啦。四季诶。这讲唔咯，顶个方。会使，会使。诶，会食一下，啊，毋过，不会。诶，四季诶，安尼算也袂好。啊，四季。也可以使，啊，毋过伊个很特殊。四季其实 OK 啦。伊厉害是伫冬天。十一二月嘛，有酸有咸的，对吗？而且里面催熟。落了涂骹两三天，捡起来倒食。还佫无要紧。啊，下早嘛是伫山仔骹捡的啊。这粒籽呾足趣味吼。白色个粒面曲折个。那金蕉嘞？啊，先金蕉酸。啊，所以伊金蕉酸除了伊个形，也个人个肉，个肉包成金蕉个。那金蕉酸有成金蕉嘞，遐金蕉啊来哦，足型个。啊，其他我看这次不要吃了哦，很饱。那味唔知啥物味，我嘛袂晓讲。啊，你几粒诶？一粒，明仔载才食，啊是要切落去，恁食看卖。我食看卖，足久无食伊啊。好啊，这哪像足有用胶质嘛？我唔知。咩啊？切果肉。我手骨拢细过，我要来下山啊！我著已经去消毒过就对啦。吓啊！那有差？细汉嘛拢提拢食咧提，那有差？来，这个四季蜜芒果，你看切开之后啊，它里面的果肉会让人家感觉到里面好像有蜜馅，哦，中间会比较偏深黄，有水水的，水水的感觉。然后外面呢，你看外面感觉好像不够，不是很熟，但里面其实已经有很熟的感觉，啊，哦。你看，哦，吃哦，这个很甜哦。这四季也袂歹食。啊，还可以再放。还有一点点。生味，哎，再来。会早去园做工课，才捡倒来，落去山仔骹。但是伊个甜酸，迄个甜是一种，袂歹啦。啊，恁要搁食黄金果无哈？恁两个少年嘞，要食黄金果，我少年食好。好啊，好。好我抱，这阿嬷会早去吼，看哇客啊，这粒伊搁黄咯，啊我偷去看伊搁白哩咯，因为即几工哦拢落雨。啊，落雨水果食着水分，伊着瘪去啊！啊，瘪去，我想讲放咧，今日歹，我着甲放倒，啊，着软软咯，放倒来。会使，会使。遮大粒，你看。长无介大长，伊个。嘿啊。啊，这哪像胶呢？看起来哪像胶。黄金果，而且来黏，会黏嘴。啊。黏嘴，我着较无介意。啊，内底哪一粒籽尔呢？那可能。咱昨下吃迄粒着一粒籽尔。对，昨下一粒籽尔。个一粒籽，哎，长是啊，这一粒嘞，一粒也一粒籽尔，袂歹，一粒籽得咱先啊，大可食率的管。那我长起来，你们自己吃看看。我长有食咯，袂歹食，罔食啦。家己生家孵的就罔食。罔食看卖。嘿，罔食。我做自己一粒啦。嘿啊。搁下这来食。万里香。刚刚吃完晚餐，买煮完得啊。吃完晚餐之后就是水果时间，可是有些人持反对意见，说水果要餐前吃。哦，有够香的。不知为什么。有够香的，这条。等下我手过啊，你莫甲写了。较低咯。有够香的啦，种。哦。种万里香真正足香的。啊，纤维。还好。接近果种子的地方纤维，纤维感还蛮重。你看。伊昨下摕一粒足黄的转来，纤维，像啊，这种哦，跟种子的周边还是很多纤维。这个买丢丢啊，只吼，拢特别黄哦，啊头啊较无遐黄哦，啊下落哦，汤足足滴。我用啊唔食，我真正一食饱我唔食了。纤维感蛮重的，纤维感蛮重的。豆豆过来吃。不过这个味道很吸引人，有些人可能这个味道不敢吃啊，这个真的很重，跟黑香一样。对啊。香香香，哎，万里香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吼，好食，好，真正，气味真正足好诶，啊，我都太饱无，我只好搁食，啊，都，饭后全家一起吃水果，那这个就不吃了，这个再开吃不完。
每天有吃不完的水果，多开心！你看，真爽。嗯。你看这开开了无偌久，伊慢慢啊。无啊，伊这伊这种的哦，伊这种万里香哦，足奇怪哦。伊皮啊赞哦，迄汤特别济哩啦，啊拢咱像过色哦。啊，其实咧皮啊青几枝，迄皮小我黄蓝尔，食落内底肉就足硬啊。好了，全家一起吃水果。好，我们下次再分享给各位看哈。拜拜。美白姐，赞。啊，过来，过来要吃什么？酸菜吃完，过来要吃啥？嗯，吃洛梨啊，吃乌奇啊。哦，洛梨、乌奇啊，金蕉。啊，金蕉，哈？哎，乌奇啊，我咧包咯。我是讲乌奇啊，唔是爱去。